啊，我不拆了，拆了，不拆留着放家里供起来。你正好打开吧，打开激活一下。要吗？对啊。喜欢吗？嗯。我看看我的礼物呗。他现在不能动。能动，能动。不能动。你给我看看我的。就在这底下。浅看一下，快点。不能看了。好，拿给我吧。不行。早把字给我，你就给我看一眼呗。其实你看这个配色跟我的一般就蛮配的，是。嗯。就反正就是说咱们就是露眼。啊哈。干不干你不喜欢？对。我把蝴蝶结系好了。是哪儿啊？啊？你看那，成年人的自制力啊！我开始拆了，我帮你从这举着吧，你拆吧。你看，你看那儿，你看这干嘛？我有点紧张。你紧张吗？你紧张吗？哇哇，这是什么？我拼的。没事，我是不是给弄掉了？不要紧，它本来这块就不太结实，这个布。我先放边上，我这不要会拼。哇，你送我鼠标了？啊？嗯。为什么？我就说你会送我鼠标，你当时还不承认。哇，哎，好好听。我的小鼠标，就是你的小键盘啊！我的小键盘，对不起。你再看看鼠标。好。哇。这个是就是说就是放在这儿的是吧？对。哟，没事没事。哇。哇呀。哇。然后是那个黑盒子。这是什么？你又送什么了？这是什么？嗯，那你再看那个，这边什么也没有啊。你再看那个，这个，嗯，哇，买戒指了，嗯，但是里面有一个是我的哦。就是我们新的，哎呀，我本来想了一个计谋，我想跟你说，就哎呀，我今天没戴情侣戒指，然后让你有点小不舒服，然后我再送你新的，结果我忘了这一环了。哇，嗯，怎么了？谢谢老婆。哎呦，怎么了？这个好看吗？这个好看，这是你自己拼的？对啊。哇。这里面都是手工的，所以你就是你一直在拼这种东西。嗯，哟，没事，我一直就这块本来就不太结实，我一直在破坏它。不要紧，不用扣也行。嗯，那你给我戴上。你要哪个？这个，咱俩不一样。哪个是你的？我都行，我等你选完我再选。那我要这个。你要这个为什么？这个就是说比较酷。好，我给你戴上。那我这个也喜欢。这个就，这个我再戴左手吧。干嘛？这个就放收着嘛，收到你的那个小礼物展柜上。不一样，我也喜欢戴。为什么？都戴着。
没事，你可以不戴，我给你戴。戴哪只手指啊？我也不知道，这是有钻案的，给你戴无名指，好吧？戴不上啊？不可能啊！太小了。没有，我之前戴的就是这个手。估计。哦，戴上，因为这个骨节有点宽。我都出汗了。咱俩是一样的号是吗？对，你使劲点。使劲点。哎呦，掉了。嗯，你怎么那么好？有什么好的？你刚刚说你要干嘛？我说我要开始工作了，你不要跟我说话。你是什么工作啊？我是客服。哦，客服小姐，我想问一下，我的女朋友在哪？别管。你不按鼠标吗？啊，好。你很好看呢，你也好看，嘿嘿，嗯，我能拍里边照一下，能照清吗？这块太那个什么，能照那边，照那边肯定照不清，那照在这样照，啊，好呀，不好用啊，我不知道。把口罩摘一下看看。但是因为咱俩刚才光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。不行的话，咱俩还得再亮出再照一下。先看看。李姐，哎，是我模式没有调对是吗？老婆，我觉得咱们就是说上小红书看看怎么弄，行吗？好的，我再换一个模式。老婆，相纸挺贵的。不，干嘛？再相信你一次。哎呦，嗯，还有那个啊，你喜欢吗？我喜欢是啥？我说一起放吧。咱们好奢侈，用了两个这次。怎么那个走的那么慢？太急。嗯。他怎么了？他，哎呀，碰上了。好香啊！感觉那个粉的比较香。嗯。这个黑的有点像汤圆儿。黑芝麻汤圆。嗯，你爱吃黑芝麻汤圆吗？我爱吃，你爱吃吗？特别爱吃。真的？哎呀，你踩到我了。真的呀？真的吗？对呀、啊。那咱俩又多了一项，就是共同喜欢的食物。嗯。真的呀？对呀、啊。那以后我给你下汤圆吃。好。我吃一个，你吃一个。我吃一个，我吃一个。我吃一个，你吃一个。我呢？我一共就俩呗，开头一个，结尾一个。